站，好，ready，fight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超级新人王70公斤及金腰带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 ，A 组第一的李世元对阵 B 组第二的宋少秋。哎，今天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获得最终胜利，和这个欧阳锋争夺最后的这条啊70公斤级新人王金腰带呢？对，进入半决赛的这四位选手呢，其实都很像，李世远和欧阳锋一样，都是前两轮顺利拿下比赛，到第三轮呢，因对手因伤弃权而不战全胜，拿到了9分。而种子选手宋少秋呢，和吉祥一样，在首轮比赛当中表现得很差，对，以至于到后来都有些被动嘛。宋少秋在第二轮是艰难地战胜了蒲东东，第三轮呢又因为超重，啊，也心理上有了很大的压力。不过还好，他在第一回合2分59秒的时候 TKO 了吴雪宗，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。所以这场比赛，我觉得宋少秋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了。对，对，因为李世远拼命三郎嘛。对，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型的选手遇到这种拼命三郎的这种打法的话，都会很麻烦，对，很头疼。是，哎呦，顶膝，刚才看得很清楚，顶到拳套上了啊，但这个重量很重啊。所以李世远今天的这个拼命三郎打法依然是这样哈，就是挤着对方，不给你这种发挥的这种空间。是，然后作为宋少秋来说，还是想去极力的去控制对方，把对方先控制住。对，走，快，又挤进去了，又被对方挤进去了。好的，顶膝有顶到，又是顶膝，又挤进去，让对方可以轻松的去打勾拳去击腹，这就很麻烦啊。又被击中了，哦呦，高扫，接腿摔，走，按照规则规定，散打的痕迹就显露出来了。按照自由搏击的规定，接腿只能一次性发力。对，好，还有10秒。哦，能不能抓住机会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。哎呀，我险些觉得真的是，我觉得是一次读秒，哎，然后是一个重击，哎，我们看一看慢镜回放，但是因为比赛是的这个第一局的时间到了，对，对，而且李世远反应很快，迅速的迅速站起来了，对，啊，我们的场台就看到这种情况，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去读秒嘛，是，啊，我们看一下回放，哎呦，这个是被李世远击中一拳，好，看到了哈，好，这个是接中下巴的一个摆拳，对，连续的拳法，最后一记摆拳，确实，时间救了李世远，对。当然这样一记前摆拳不会被场裁去读秒，也会被这个边裁看记在分里啊。好，第二回合的比赛，70公斤及超级新人王金腰带的争夺，这是第二场的半决赛啊。首先进入决赛的是欧阳锋，看看这两位谁能够在决赛当中和欧阳锋有交手。好，这个时候宋少秋找到了比赛的感觉了，尤其在第一回合的第一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对方一次重击。哎呦，上钩互换，哎，一个非常巧妙的虚晃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节奏现在慢慢的被宋少秋给掌握了，
就是面对这种控制住了，对，面对这种拼打型的选手，你也得拼，但是你要巧妙的去拼，对，堵击对方。哦，宋少军今天是有备而来，知道对方啊习惯去屈臂防守抱头，而且头拿得很低，这样的话顶膝很容易会顶到对方。高扫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，我觉得每一位选手都把对方研究得透透的，透透的，对。对，只有啊、李世元只有步步的去紧逼对方，跟对方拼中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较量，才能够有机会赢得对赢得比赛。对，非常重的下勾，就所以谁都不能等，谁都要去不停的不断的去找机会。对啊，哎呦，还有十秒，走走，两个人拼得很凶啊，对，尤其是两边的这个助理的这个教练呀、啊、这个喊声特别大，对，走，进入到了半决赛，就是说离金腰带越来越近了，所以又面对都是如此强的对手，那究竟怎么打，怎么样才能够挤进决赛，所以真的是很紧张。好，第三回合的比赛，所以这样一场较量，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技术针对性的一种较量，而是气势上的一种较量，对，两边的团队的较量。嗯、哎，好的，错肩猜中了。这个不得不说，两边的这个团队太强大了，他们的喊声太大了。对，双方教练团队的这种助威，这种支招，是，其实他们未必能够听得到了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气势上来讲，也是给他们一点信心吧。对。所以越往后，我觉得尤其是拼命三郎李世元，他的这个绰号真的就会显现出来。对，哦，这个时候、哦、所以宋少秋也得冲进去，
友这个时候对要出拳，对拼得太凶了，好，还有十秒，走！哎呀，我觉得这个，我们都很难听到自己的声音了。对，啊，就是两边的教练团队的这种气势啊，就特别的强。让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比赛，真的是比中外的比赛要难打的多的多的多。对，看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吧。两个人现在真的特别兴奋啊。对，其实无论谁进决赛，我觉得都还都可以。还都可以，对。李世元在我觉得谁都配得上这场胜利吧。对，李世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没有赢过，所以参加了超级新人王，将和最起码都赢了好几场了，在决赛当中相遇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27-30，二号裁判27-30，三号裁判27-30，比赛结果，蓝方胜。Hello, come on, what?